大家好，我是索尼互动娱乐的江口达雄，非常开心在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，有一个好消息与给大家分享。我们即将推出 PlayStation 5《原神》启动套装，中国大陆市场将于1月20号开启预售，1月26号正式发售。本次的限定套装里包含最新上市的 PS5 轻薄版和原神启动套装兑换卡。在原神 4.4 版本上线后，玩家可以激活兑换卡里丰富的游戏内容。这是 PlayStation 联合米ホヨ给用户的一份新春的惊喜。我们希望玩家们可以在新的一年，特别是春节里，在 PS5 的《原神 4.4 版本上感受热闹的海灯节，同时还可以体验开放大世界新地块《千与谷》带来的全新游戏内容和体验。PlayStation 作为米哈游的全球合作伙伴，从2019年6月份发布《原神 PS4 版本，到现在《原神 PS5 版本。3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全球的《原神》玩家提供更好的游戏体验。《原神》PS5 版本充分发挥了PS5 主机特性，拥有超快的加载速度，还有先进的 GyroSense 手柄游戏体验，为《原神》玩家打造了一个精彩、流畅的前进游戏世界。之外，我们也将与米哈游继续合作，在未来希望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的市场联动合作，例如主办线下活动，或是开发定制的 GearSense 等等PlayStation 硬件周边产品，这些想法都正在准备中，敬请期待。最后，再次感谢大家对 PlayStation 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提前预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。在即将到来的新年假期里，PS5 启动，原神启动。